马上要过年了，今天出来赶集啊，非常非常热闹，好多人办年货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四川绵阳安州塔水镇，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，你买了好多年货回家。叔叔买的啥年货啊？啥子都有，肉饺子。嗯，大叔买了好多东西，车上都要放不下了。差不多1000多块钱吧。买了1000多块钱。今年是兔年哈。你有没得啥子新年愿望啊？新年愿望，新年愿望嘛，就是只要家人身体好，这就是最大的愿望。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的。哎，对对对。这边是卖肉的，新鲜的猪肉，这还可以剁肉馅儿的。老板，这个肉啷个卖啊？这种？23块哦。猪蹄呢？16块。你们这儿管香草多少钱一斤啊？2块5。我香草买这个啊，放在装的。板鸭、香肠、熏鱼，闻起来好香哦。超多腊肉香肠啊，四川人的最爱腊肉香肠，还有熏的猪头肉。这个猪头咋卖？猪头45。这个是干鱼。这个怎么卖呀？这个也是35。这什么鱼做的呀？这是草鱼。这个就蛮辣的。多少钱？80。来一个吧。这个是不是直接蒸了就行了？你掺水煮。要过年了，开心不？开心。小朋友都最喜欢过年了，我小时候也这样。老板，采访一下你，这2023年了，有什么新年愿望呀？好嘞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前途无量。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啊，来到这个塔水镇呢，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，大家办年货都是大包小包的，非常开心啊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你好，阿姨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今年3岁了。今年有什么愿望呀？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就好，合家欢乐。祝你新年快乐，合家欢乐，阿姨。老板生意怎么样？最近应该生意很好吧？快过年了。还好还好，还挺好的。看着我忙的那袄子都脱下去了。特别像这种春子啊，这种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好卖。你那个卖多少钱？那个一般就是20到25左右吧。新年有什么愿望呀？新年肯定希望家庭和睦呀，然后能挣大的票子呀，身体健康呀，万事如意，就这样说。祝愿我们大家都一切都好。祝老板新年快乐，前途无量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也来挑一些福字和红灯笼啊。这个小灯笼回家可以，就是把它弄开就可以挂起来，特别好看。这个兔子挺可爱的，2023年兔年。还有福字啊，这个福字种类还挺多的，这个是一个苹果形状的，还有这个方形的，这个都是5块钱的。平安富贵幸福年，要一个这个吧。好，再要一个这个吧。好，这个是3块钱一对，这个呢就是2块钱一对，这个3块的。好，来3对吧。一共好多钱？一共啊，88，老板生意兴隆啊。小姐姐，这个多少钱？24。这个也不错，帮我拿一个这个吧。好，谢谢。现捞的鸡爪、鸭脖，种类还挺多的，买一斤送半斤。有啊，鸡块这些不送的啊。阿姨，这甘蔗怎么卖呀？圆那个多一块吧。这边卖甘蔗的特别特别多，而且甘蔗也特别好卖。
最佳只卖1.5块啊，是我问过最便宜的。我们大庆才8块钱。8块钱呢。这边呢是卖花的，也有很多人会买一些鲜花回去装点，因为新年了嘛。过新年了，他说大家神气很好，就可以了。大家神气很好。在哪里买的？神气这个饼招待最，就这个。哦，祝新年快乐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卖果干的，红薯干、土豆干、花生、瓜子，过年必备。卖水果的，种类特别多，各种各样的水果，柿饼、芒果、哈密瓜、苹果。这火龙果好大呀，12块钱一斤是吧？这个是红心还是白的呀？红心。这个是大一点的砂糖橘，5块钱一斤，搞的是10块钱三斤。尝一尝，这个看起来就很甜的样子。24C 好吃。微信收款23元。要不称牛筋吧，老弟。感觉三斤不够，太少了。热气腾腾的包子，啥子馅儿的？蔬菜的，没有汤的。啊，要蔬菜的吧，两个。年菜啊。嗯。1块钱一个的包子，来二两红汤抄手，这个价格都非常实惠啊！米粉1.7元，2.8元，3.9元，水饺8块钱一碗，抄手也是8块钱一碗。我的红汤抄手啊，麻辣鲜香，看起来特别好吃的样子，闻起来特别特别香。而且这个抄手特别大个，很好吃。来到镇上了，这儿的年味儿特别特别浓，买年货的人特别特别多啊！我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。大家的年货都准备好了吗？大家都买了一些什么呀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。今天先这样了，拜拜。